叫鲁法是因为他是六月八号生，一路八的意思。哎呦，一个吉利，吉利啊，蛮好的，蛮会取的，真的，好可爱哟、喔。那他是一个小妈宝，为什么？怎么说？就是非常的黏我，然后有那种分离焦虑症很严重的。哎、欸，目前是不是贵宾都会比较对？因为我们的也是超黏，对，就很黏，就是要黏在身上会很害怕，比较敏感。那你们平均一个月在他们身上花了多少钱？好了，我花了很多都很疯，我在狗身上真的买了一大堆有的没的，像护手霜，我还买狗狗的护脚掌。有必要吗？因为狗狗就是常常走在路上，然后可能走在那柏油路啊，然后他们手会有点破皮，对破皮，或者是磨到，对。然后我就看到，哎，宠物店有专门卖狗狗的护手霜，我就会帮它涂，然后还有蜂蜜滋润的那种，天哪，很香。因为而且你们不觉得养狗狗就很想闻它脚掌？对对对对，那个脚臭，有点臭臭，有点。哎，真的，我觉得很臭。很多爱狗的人都会有一种这种癖好，或者是我会闻它耳朵，很变态，我会这样。对，耳朵好臭，好臭，对，好臭，好香。所以通常他们越浓郁的那个地方，我们越爱。然后我来介绍一下，我还帮他买了些什么东西。这个床哦，是我从日本扛回来的。哎，这是很占行李箱的位置，很占空间，但是我都是愿意出国去带回来的。这感觉很舒服哎，真的好可爱，好爱哦。每次有什么玩具宝藏，来，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去求生雀巢了，住进来。还有嘞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别人。哦，我跟你讲，你进不去，你进不去。哎呀，生气有没有？生气了，可以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没有，就是一狗。我很爱买狗狗的衣服啊，你住里面，你住里面。小朋友都很喜欢这种有洞穴的地方，对啊，很安全。他喜欢，他喜欢。你想进去是不是？进去吧，进去。我一个多带几件。你介绍你的，你介绍你的。然后我还买了很多衣服，我还这件衣服哦，这件大家不要小看它，好像很普通，就是那种高尔夫球的概念，高尔夫球装。这件呢是韩国设计师设计的，它是自创品牌，然后这一件要3000多块。什么？真的一千？你也买得下去？买呀，因为那个是韩国特别，这我韩国给你的好了。哎呀，我要问一下，这个特别吗？这个就是跟平常那个开车的秀才有什么不一样？3000多，这个3000多你也买得下去？这个士林夜市100多就有，差很多，你们是要去店啊？它这个弓很细，绝对不会撞衫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夜市买啊，或者是平常什么宠物店，狗没有在 care 撞衫的问题，好。可是狗子看到黄色跟蓝色，你怎么买绿色？就是绿色嘛，高尔夫球装只出这个颜色啊。我想说又很搭，很可爱。还有呢，这是纽约的品牌，之前我忘记好像也很贵，8000，一件没有，大概一两千块这件。哎，正好，哎，这一两千块我可以，这3000我在跨博，这不会对啊。这可以，然后这个我觉得很可爱，是它就是有那个小品牌运动装，然后这是我在韩国买的，所以我就是每一次出国，我都会帮他买一些当地的那种狗狗衣，对，自装都穿进口货。哎，我家的狗没有办法穿4只脚的东西，它不太会降，对，它会降。